为什么念佛不得力？其他你那台湾人是真多，有台湾二三十年的。对我来讲这不是讲百分之百理解，百分之百相信啦，啊去做。 甲注意讲，一个都无。家己放下，伊偏偏的唔放下。这在咱弟弟相信的当中，我家人呢放下，伊才集中。你念佛的功夫得力，你给他念佛为什么不得力呢？你有集中啊！ 有执着嘅人，真恶脱离六道轮回。世间依经庄严，就是对梦想分别执着内面变现出来啊。所以你若无执着，都一切法拢没执咯，执念头，嘛断去咯啊，无咯。 你就超越多咯，所以，咱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唔通执着。那、啊、咱念佛啊，就会当啊功夫心片，就会当第一心不乱啊。第一心不乱，功夫浅，毋是真深，但是往生是有把握。是凡心动，机土。 若、啊、是讲各再进一步，一家分别嘛，甲断去咯，啊，分别断去。你生啊，阿会是方便又有土咯，啊，过来就是甲即个梦想，断只一片两片，啊，你着往生是播中央土。 这梦想是啥物呢？起心动念就是真歹灯。这叫做啊，这无明烦恼啊。你会起心动念，六根接触六种境界，就、这个、起心动念，就真歹灯。对起心动念，对先分别，对分别对先执着，所以执着是最重诶烦恼，最初诶烦恼，初重啊。 啊！你啊，不得功夫，免叫问别人，问自己。啊，我梦想分别积得是唔是？一年啊，比一年个淡薄。你一年比一年淡，啊，你都有进步。那讲积得，今年个旧年款，甚至比旧年增长，咯。 只会当跟阿弥陀佛来结一个善缘，阿拉呀，学来的正直、精刚经济，这一生会当成色。这一定爱知影，这说明讲咱念佛为什么未当第一心？为什么未当功夫成片呢？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。 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，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